好，大家午安，我是张德生，我现在人在台北市信义路跟基隆路口，然后我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现在在天桥上面啊。那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地方，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，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路口，我现在这边可以先拉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在画面前方这边有一间，有看到英文字吧 ？Jack Brothers 哈。杰克兄弟牛排馆，它的那个馆内非常有特色，就是有很多怀旧复古的这个装饰，这个非常合我的胃口哈、哦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地想说，就带着摄影机哈、哦，带着手机来录影，那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杰克兄弟牛排馆，它里面的一些陈设装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下天桥哈，然后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前方不远处。啊，杰克兄弟牛排馆，来，就让我们进去参观一下。据说里面有非常多看了会很感动的怀旧布置哈，那就让我们进来看一下吧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杰克兄弟牛排馆，我来进去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有定位。贵姓呢？我是张哲生，广场张。今天第一万的定位到楼十万。好啊，小姐，我可以先拍一下里面吗？好，谢谢你。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店里，然后待会我再上去。我们哎，我看一下，也可以听到店里的音乐是 Michael Jackson 的《Beat It》。哇，光是这个音乐就带我回到80年代了哈、哦。那我们现在慢慢来看，这边可以看到墙上有很多会让你很怀旧的一些，这边现在都是来自美国的一些广告牌啊，或者是路牌之类的，然后一些标志，然后带大家看过、哦。那如果说你有机会来到这里的话，可以慢慢的欣赏哦。哇，可口可乐，然后这里的整个装潢我觉得还蛮别致的。这边还有，好，我最喜欢的 ET 这个是，哎，这刚好现在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， Michael Jackson 跟 ET 还有 Madonna 都是我国中的时候很喜欢的听的音乐。好， James Brown， 这些都是以前的一些老歌手的海报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些牌子，整个环境就是会有一个像时光机一样哈、哦，让你回到80年代那个感觉。然后再到这边来，哇，这面墙也是很精彩，近一点看，哇，这是猫王哎，猫王的海报，然后。这是一个橡皮琴，哎 ，Stevie Wonder， 然后这样 ，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， 哇，这真的是好多回忆哦。好，那这边是一楼的部分，现在我们上二楼，哇。好感动的音乐哦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《回到未来》的主题曲，哈哈，超帅的。好，我们进来看看二楼的，哇哇，看一下二楼，这边现在有一个包厢，我听到这音乐真的太感动了，我不晓得要说什么，等一下，好。我们先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好多电影海报、
欸，回到未来，哇，现在这个音乐配这个画面刚刚好，超帅的。好，还是要回过神来哈，带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一些装潢。这里有一些也是七零年代、八零年代很经典的电影哈，像这是《大白鲨》，然后这个是《星际大战》，超人漫画，好，《美国鼠谭》，然后这个《回到未来》，1985《回到未来》，然后这是1982的《ET》哈，《ET》风后，这是那时候的这个 Coors 的广告，然后在这个是《绿野仙踪》里面那个铁人哈，然后袭人这边有写啊 ，The Tin Man， 然后再来是七宝奇谋印象很深，然后他的电脑的游戏哈，就是改编的那个游戏也非常好，然后哎，这边都是落地窗，很看外面哦。心旷神怡啊！听到这音乐真的是太赞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过来，这一区我看一下，哇靠，居然有这些东西。这个不只是海报而已，哇，这是《星际大战》的千年鹰号，然后再往下是黑武士，然后还有什么手风琴。这个是 MM's 的娃娃，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不晓得这是什么，这应该是我玩的第一台电视游乐器，这是美国的那个 Atari 2600啊，80年代初是风行美国的这个电视游乐器哈，可是大概在80年代中就开始走下坡了，这上面的这一款游戏刚好是传说中压垮 Atari 的最后一根稻草的电玩游戏啊，因为听说那个时候这个电玩游戏做得非常的难玩，然后让这个整个的销售一直每况愈下哈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家店家很用心哎，他做了一个模拟那时候的游戏画面，这是那时候的 ET 就长这个样子，那时候的 ET， 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喜欢，因为如果不讲是 ET， 可能你看不太出来是 ET 哈。然后我看老板还用了这个像复古电视的这个画面，这个音乐就是《回到未来》里面的 Johnny Go 的音乐，太帅了。然后，我真的好怀念这台游戏机哦，我忍不住要多看几眼。我应该有30多年没看过这台游戏机了，因为后来其实，在台湾，这个游戏在台湾并没有很红，后来就被那个任天堂的红白机给取代了哈。我们来看下面，哇靠，这是什么？太空超人哎 ，He-Man 的铁盒子哎，这应该算古董了吧？我给它打开看看，里面没有宝物，然后还不要被老板看到，放回去。然后还有一台电脑，然后我们再往过来这边看，这个是街机，因为旁边有人在用餐，所以我要讲话小声一点。这是我们以前学生时代非常流行的这个街机，然后这款游戏是我那时候非常喜欢玩的《快打旋风二》，我看看能不能玩，试试看。按，哎，可以耶，可以玩哎。我因为有人在用餐，我不要玩，我就大概试试看。哇，超怀念的，选一个春丽好了。
就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我真的是超帅的，哇！所以来到这边，你不仅可以吃牛排，然后看怀旧的布置，还可以玩快打旋波，然后而且是不用投钱的。这边有奖，什么严禁投币的，不用投钱的，超帅的。哇，他们放的音乐都是也是很怀旧的音乐，听的都是回忆。然后这个是以前芝麻街啊，芝麻街的这个，然后还有魔鬼克星，然后魔鬼克星的海报，然后这些是一些，因为这美式餐厅，所以这边有一些美国他们生活的情景，然后再过来这里，这是以前的老电话。这个居然有多少号码？有20个号码，这个台湾就没有这种电话了哈，第一次看到，酷。然后我们再过来，这是那应该是回到未来的电影原声带哈，哇，听了真的是好有感觉。然后，魔鬼克星，魔鬼克星的主题曲 ，Ghostbuster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坐在这边的话，是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哦。待会这个时间已经快要日落哈、哦，待会在这边用餐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定这个位置。然后待会用餐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这边的夜景是什么样子。然后转过来，他这边有一个电视是会转播一些体育节目哈、哦。对，现在在看的是德国对阿根廷的比赛，应该是世界杯的吧。然后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这边 ，Ghostbusters， 帅，然后好怀念的音乐。然后我们现在看这边也是一些怀旧的文物哈、哦。我是不太了解，不过看起来就是很怀旧。然后像这个是棒球的影像，然后有一些广告物。太酷了！现在这个时间，他们刚开始营业，他们是5点开始营业，所以客人还没有很多哈。因为我故意早一点来，这边就洗手间，因为这样子我比较不会打扰到其他的客人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大概就是2层楼，1楼、2楼，然后整个座位看起来是很舒服的感觉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来准备点餐吧。好，现在要来点餐了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menu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哦，它在台湾目前有4家店哦，台北信义店、新竹竹北店、台中公益店，然后还有高雄爱和店。哇，首先来这个，这个是什么面包？蜂蜜黑麦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好，麻烦你。哇，嫩煎牛排跟干贝，谢谢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看一下。先把肉先切了，然后再来吃，这样会比较好吃。然后干贝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看外面的景色。今
华灯初上，哇，下班的这个车潮已经涌现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等一下我就带大家到刚刚那个天桥上面去看看夜里的台北101吧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也结完账了，然后要来离开杰克兄弟牛排馆。今天刚好看到有人在打电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原来这台街机它不只是可以玩快打旋风哦，这里面还应该还有很多游戏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在玩的是俄罗斯方块。然后再看一下电影的这些怀旧的展示。现在店里已经很多客人了，我们还离开了，真是一趟开心满足的怀旧之旅啊，吃得好饱。那我们现在再到那个天桥那边来去看一看吧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过来之前的天桥上面，来看看夜里的景色是一个什么样子吧。哎，我看到天桥上好多人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好多人在天桥上面哦？那应该是会有很漂亮的景色哦。来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漂亮的101哦，来，我们上去看看吧。好，今天这一趟怀旧之旅啊，就到这边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啊，应该说圆满又满足的句点啊，吃得好饱，好过瘾。OK，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啊，拜拜。大没关系，可以去买手机，手机的。因为买手机的话，看你要不要买。